倒入咖啡豆，按下按键，然后搅拌，一杯香醇的咖啡完成。全家便利商店与生力基金会合作，携手提供身心障者工作机会。生力全家的经营模式在于生产线化的分工，不设限每一个身障者。在评估的这过程里面，我们从来没有把障碍者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放进去做评估。这个市场只要有机会，只是我们用的是身障者团队而已。对全家来讲，我觉得也很感谢他们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。但是我们一开始提的就是很清楚，我们就是把我们当作是一个，把这个基金会当作是一个加盟组就可以了。与其他的超商加盟组相同，每天店内总是会有做不完的工作等着他去处理。他是店长许碧燕，如果在工作时遇到无法和客人沟通的状况，就会想办法来解决。我们请客人又是同学，有没有人会英文的？我不会讲英文，可以帮忙吗？然后同学又会帮忙。每天都会面对到不同的客人，毕业任何时候都在调整自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个客人小小的微笑与鼓励，都是他一直以来的小确幸。咖啡给客人，看到客人叫，我又会很开心。